你在吃什么？瓜子儿。你还有心情吃瓜子？女儿刚刚来电话了，今年又是一个人回家。好吃。好吃什么？闺女没有对象，你不着急啊？哎呦，我这一哭二闹都试过了，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吃点瓜子啊。吃什么瓜子啊？一哭二尿不好使，上吊。上吊？好使吗？好使啊。那我就一狠心好不好？狠心为了闺女嘛，为了她好，我就牺牲了一下。对，牺牲一下了。那我就来了啊。来吧。牺牲一下。阿姨干嘛呢？啊，我们玩呢呀。啊，是不是真会玩？坐。哎呦，这个是谁呀？阿姨，男生。心动了呀，我真的是心动了呀。刘胜英，你能不能矜持一点？你心动什么？这是我给咱闺女找的心动男生。我看可以的，长得很好的。哎，但是我们闺女最讨厌相亲啦。我有办法啊，你看，准备好了小本，记着啊。记着。我们一会儿等闺女回来了啊，先晓之以理。晓之以理。然后动之以情。动之以情。哎，最后。放大招了呀，到时候再说啊，到时候这个不要记，到时候再说。叔叔啊，小韩呢？哦，小韩还没回来呢，正好啊，趁他没回来，你起来，你先进屋躲一会儿啊，我跟你阿姨啊，先跟你热热气氛，暖暖场。还是叔叔聪明，我先进屋躲着啊，我叫你再出来啊。好嘞，靠谱吧？靠谱。这样啊，一会儿闺女回来了，你看我眼色行事。咱俩来个配合啊！好，一，哎，先吃瓜子，瓜子开心的。爸妈，我回来了。哎呦，闺女回来了，闺女啊！哎，最近家里怎么样啊？家里好。对呀，你爸爸刚刚呀，对，刚刚，爸爸刚刚学会用朋友圈，刚学会。哎，然后呢，看到一篇文章写的特别好，我给你念念啊。行。标题是这么说的。女人不结婚，有苦自己吞。我这里有一个更好的，我给你念念啊。女人不生娃，晚年指望啥？指望啥？你说指望啥？哎，我也有一篇，比你们那写的好，我给你们念念啊。咱闺女觉悟了，觉悟了，觉悟了。这标题是：结婚结得早，离婚跑不了。婚都结不了，幸福哪里找？幸福不用找，单身就挺好。任性，你真是任性。你看这篇，有人爱的100种幸福，天真，结婚早的2000种危害。扎心，到了年纪不结婚，家里老人头发昏，可笑，缘分不到瞎结婚，女人过得没自尊。放肆。你该结婚是不结婚，我跟你妈你就哼。可悲，为了结婚而结婚，这种夫妻迟早婚，要是父母再逼婚，女儿永远家里蹲。家里蹲。我女儿多优秀啊，这智商把我说的傻掉了。我看你是真傻掉了，咱俩这招失败了。失败了。那怎么办啊？别着急啊，稳住，我们能赢啊！这样，换一种。小韩啊，你看，其实不是爸爸妈妈非要逼你结婚，家里边这么多亲朋好友，对不对？都很关心你。你看，你舅舅给你写了一封信，你念念。这一个字也看不懂啊！哎呀，那你舅舅职业病犯了，当医生大家都懂的嘛，是不是？还有啊，你看你姑姑啊，天天为了你的事儿操碎了心啊，给你求的同心锁，你看、左一把右一把，这一把那一把，就希望你赶紧找个好人嫁了吧啊，拿好。还有啊，还有你爷爷，给你腌的老咸菜、这是让你结婚的时候当嫁妆。行了，爸妈你们也别说了啊，其实我呀，也不是不想结婚。我这不是没时间谈恋爱吗？再说了，我也没碰到合适的，我先回去了。哎，你啊，别回去，没碰到合适的啊、没时间，没时间呢。爸妈有时间呀、爸妈看到好多特别合适的，要不这样，给你喊出来认识，相亲。哎呀，算了，相什么亲？屁股上了。
哎，行行行，哎，我真服了你们了，行，好嘞好嘞，同意了，同意了，同意了，我就去。哎，你干什么？我就把他叫出来呀。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，你稳住了。咱们闺女呀，智商高，眼光也高，所以说给她看心动男生之前啊，先给她来几个心梗男生。心梗男生，先降低一下期待值。哦，哎，就你花样多，就你智商高，聪明吧？聪明。耶、yeah! 女儿啊，那个爸妈给你看了好几个精品对象，咱们一个一个来，好吧？好。先看第一个啊，这个大鹏。文艺男青年，喜欢诗和远方，拜读过三毛，穷游过新疆。那工作呢？工作有啊，一支粉笔一个碗，蹲在地上就开张。要饭的呀？不满意吧？这能满意吗？哎，不满意就对了。哎，我们来看第二个啊，你杨叔叔的儿子，小杨。这个很帅呀。哎，何止是帅呀？1.86米的大个子啊，这个在美国哈佛毕业的，现在在华尔街当投资顾问。这条件也太好了吧。哎，这条件才哪到哪啊。这个小杨啊，不仅这个投资做得好、嗯、在美国呢还有2套房子3亩地，重要的是他还找了个外国媳妇儿，你说好不好？外国媳妇儿。他结婚了呀？结婚了。那你们跟我这瞎耽误什么功夫、哎，小杨结婚了，但是你杨叔叔他刚离婚呢。我杨叔啊，杨叔啊，杨叔叔好呀，杨叔叔好，我们20几年的老邻居了，他知根知底。哎呀，行了，爸妈，你们呀别说了，是你们介绍这都太不靠谱了，我回屋了。哎，走了，走了。而且呀、啊，这相亲呢、啊，我一直都觉得，这碰到真爱的概率实在太低了，这真的不靠谱。终于。你好，请问厕所在哪？厨房的左手边。谢谢。请问厨房在哪？厕所的右手边。谢谢。对了，我家门口有间咖啡厅，里面也有厕所。我们去吧。去吧去吧去吧。客气客气。成了。成了。啊，开心。看我是不是很聪明？聪明死了。咱女儿这个事儿都成了，咱们庆祝一下啊。好。咱们也去吃点东西。你想吃什么？我呀，就想痴痴地看着你。哦，不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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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吃不下。那我们喝点什么吧？喝点什么？你想喝什么？我就想好好的呵护你。